你目前可以做到，你都已经做到了，就努力吧。啊，人都是这样了，人都是这样了，人就是如果有时候看到有些什么事情，我就会觉得，我是不是我自己是这样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做得不够，我是不是应该，对，我是不是做不够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够。那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永远都不会够的，因为只要当我又看到了一些有，因为我看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又会觉得，那我应该也可以做到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做？那我该做到什么程度？感觉就是这样。永远做不完的，永远做不完的，不知道怎么样，怎么样的是个点啊。不用对自己这么严格。妈，你们真的很好我说真的，你们真的很好对啊，你们是真的很好没关系，其实大家都是这样，其实大家都是有，其实都有的，我们的观众其实都蛮为我的，对啊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可以感觉到你们真的很为我，对啊。但是这就聊回我们之前所聊过的那个压力的，关于压不压力的，就是关于你给你自己多少压力，然后你能容忍多少压力，你能吸收多少压力，然后对的这件事情，你能容忍多少压力，跟你能吸收多少压力这个话题上。这个话题很，就是这个话题其实很深哦，很深，真的，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深，对啊。有前缀吗？有我可以打那个，我不可以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要打这个能量弧的人，来调力量。这条后缀后缀我后缀，然后怎么都是空一钱，后缀怎么都是打空一钱。Need something? 等一下，你不嫌弃的？哎，那天他说开实况你不在，你不也在听？慢慢来啦。对啊，我也在听啊。那时候凯也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真的是要去睡觉了。我那时候真的是要去睡觉。然后我听到，前辈要前辈前辈前辈要前前辈前辈要指点迷津。我们听一下，听一下前辈。前辈，我可以从前辈那边吸收到什么好东西？不是好东西，我可以吸收到什么？对吧？棒的，我很棒吗？谢谢。不嫌弃了，可以列入计划吗？我们要一次全都做好。对啊，有啊，其实我现在就都有在缓缓的安排，小小的，循序渐进，循序。至于那个序排的多长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未知嘛。但是有一个序在了，是已经有一个序在了，但是这个序排的多长？不好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它是已经有一条，对，已经是有一个路线规划了，对，但剩下就是
剩下就是看能到底能成长到什么。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很现实，这个行业就是你如果你不投缘，这行业就是你不如果不投缘，吸引不到人，你吸引不到人，那你就是吃土了。对啊，你就是真的可以不用想太多了。可是又有一个点哦，又有一个点很现实，我要跟大家语重，我要跟大家聊一些很现实的东西，然后大家说话题要变严肃了，没有了，其实没办法，就是我只要开始聊这些很现实层面的东西，我觉得比较客观、比较理性一点去讲，那大家也不用想太多哈，不要想太多，我没有，而且再强调一次，我跟大家聊这些话题。没有要讨拍，不用可怜我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大家都比我还辛苦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比我还辛苦，我没有觉得我很可怜，也没有讨拍，应该考虑一下啊，你之前付出的成本回头再想。对，我也这么，我不是啊，应该说这个也是考量的一个点。还好啊，这台因为他说很善良，所以。观众跟着善良，没有台主很邪恶哦。你们不知道台主很邪恶吗？这阶段性漫展不会，你就是很认真的。哦，怎么了？干嘛嘞？我问号，我打算问号。没有啦，我想跟大家，我刚刚是要跟大家聊什么？我要说的事情是，我刚刚要说的事情是，我会觉得，对，我觉得我要去翻 VOD 了，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了。我刚被扁一下残血，突然间忘记我要讲什么了。好不好耶？哎，大家今天有看那个吗？我今天有看，我今天有，今天起床的时候刚好那个刚好就是接近中午的时间，完了刚好开一台，我有听到那个，我有听到那个，就是，我复苏岛有在筹备的那个，对。哇哦，大家又有复苏岛可以看嘞！不老，不老，我在我们的，在我的世界线，3000多岁还只是个，还是年轻人哦，还是年轻人。然后有时候会在会邀请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邀，会不会再找我们 NPC 回去？对啊，因为毕竟他们这次的阵容比较齐全的，很完整的，对啊，也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用到我们。期待了，我也就是我抱着一点小小的期待了，好吧，我希望他可以再找我，我觉得很好玩。我觉得很好玩。酸奶一句小一点就不见了，想必网页在搞吧？对啊，就他就是我看一下转一下，看一下转一下我。